经数不清第几次梦到这个场景了。等一下，这里说的是什么？重来一次。还是听不清。到时候出了意外，没办法跟瘸子警长交代，快把现场布置一下。假设的手枪，交配的手枪，融化的蜡像，谁不在场？烛光向上，腐化的假象，矛盾多么大，堆积的真相，证据变完美伪造，那从容说不能紧张的嘴角上。你一定要完整的回来。封锁现场，在场的各位都有嫌疑。死者为什么最后一通电话打给的是你？我收到了求救电话，我是警长。你的相机里怎么有死者一家的照片？啊，我只是在做记录。你们两个又是什么身份？我们只是警长的助手，不关我们的事。此时只能穿向没有脚印的土壤，有雾的细微画像，可以鲜艳的布创，我们不懂的理由戴着面具耍谎，动机也只有一种名字，那叫做欲望。我发的发的发发的发发发的发发，越过人心的沼泽，甚至都可以不被弄走。发的发发的发发发的发发，越过人心的沼泽，甚至都可以不被弄走。我们可以也遗忘力量，但必须也知道真相，被动或者跌撞。嫌疑犯反正要能上。
学一份。黑色的我染上了香。9月1号，我求助院长救救他，他疑似 PTSD 症状复发了。9月20号，摄像机进入了仪器，他躲在桌子底下，大嚷着说敌人的战机开始轰炸了。10月1号，他的病情完全失控，他已经快认不出我是谁。10月15号，他开始出现自杀倾向，我多次阻止，我会成功吗？